来人生咯，西瓜到顶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到顶的时间准时跟张磊到顶来看戏。精彩的明磊君，咱继续来看。在科目九现场顶面啊，化名为王孝虎的洪虎孝华嘛来参加比赛。最后王孝虎赢得一个武将官，皇上就叫伊带兵出征。王孝虎顺利的平定了反兵，得胜归来。后来王孝虎在金殿顶面将洪虎家的冤情讲给皇上听，并激发了这个刘杰的罪行。最后刘杰被派入天牢，得到了停职。退掉以后，王孝虎来找明磊君，那明磊君就故意试探嘛，伊的真心。你知影伊对家己的一个感情非常的忠贞以后，明磊君是非常的欢喜。但真紧，王孝虎通过明虎的这个微商，就知影了雷君玉就是明磊君，并将这件代志讲给皇后听。皇后马上提着这个图像来找皇上，皇上一看，马上就被明磊君的这个美貌吸引着。在知影途中的女子就是李成祥以后，皇上也是又惊又喜。后来皇上邀明磊君游园，一路顶面啊，皇上一直在试探明磊君，佮表明了家己对伊爱意。明磊君听了也是喘一条，只好是处处防着皇上。那究竟明磊君查某的身份够荒芜无偌久？明磊君的迎来怎样的最后一个结局呢？精彩好戏，咱斗阵看落去。Oh,
万岁踢球了，即使君臣相敌，也不能抵住戏水之欢，两方之配呀。李卿啊，你那是一个女子啊，那就好了。万岁，你又踢球了。李卿，你看。南边分明啊，是那边那只熊的，这边这只么？哈哈哈！你又踢球了。李卿，请，请。其实李卿大事讲落尾，以你同行。李卿，请万岁。Thank you.
去要辜负这片的美景啊！来来来，丽兄，像你再调三载，又讲无过，我今要敬你酒一杯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报价的啦。杜叔，退下。万岁，这罪已经禀报了你。万岁，时间无早，先告退了。请慢，请慢。李卿啊，唔饮就唔饮，何必急要回去呢？寡人啊，有一个对联要请教李卿啊，请问万岁。项链是什么呀？这项链么？你听，万灯千烟，就是王珠河下秋。天盖峭壁，愧叫夫急炸回头。啊！万岁，心固体了。且慢，且慢。李卿啊，我要进阶对联的请教，你怎可回去呀、啊？请万岁将对子一一讲出，为臣对号就告退。太过想来，太过想来。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，不用再戴口罩吗？疫苗免疫成功率不是100%，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，因此接种疫苗后还是应该继续佩戴口罩，特别是在公共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等。其他防护措施如手卫生、通风、保持社交距离等也需要继续保持。连环庙给脱红裙，三度干擦按下节，不动干脚唔迎宾，用正条钢焊石心。5月8日至12日，咱到底来看精彩好戏，露步甲条线。哎呀，对联太多，一时也讲不完，也深啦。李卿，你也不必回去，一个东塔之民，淡淡说说，岂不更好啊？被钢锥，微心惊慌。
来做什么？参见娘娘千秋。平心，小娘娘，你想并没有要有故事相依吗？哦，已相依完毕了。既是相依完毕，就该回去。是新故体。受宫总是花头喜面，今日迎合愁眉不展，是不是凤梨欺负你呀、啊？哦，我宫娥退下，娘子。洪媳妇啊，你像是万岁的栋梁神，君臣同床之眠，这是千古佳话，自古英明的圣君应该有高人。母后有所不知，那你像啊，是啥物？啊？你讲你像是女人，这是真的吗？母后，你若不信，用兵。烈君有就是烈君，那天道呢？只是趁万岁安睡之时，偷偷起火，母后请看。太哀家官来。伊甲你有情有情有故有故，何情何故呢？母后啊，面对军师之心，一地失父，痛苦消化乃是伊的避魂符，爱救母后是因素。莫使红火啊，抓寒风树。洪媳妇半仙，如果烈君要就是面烈君，哀家定梁为你做主。多谢母后开恩。不过要先查明是男是女，以免接我生机呀。是。万岁进宫请安。是。洪媳妇，快快接驾。是。
红日请母后信安，红日片先素祖谢母后。参见万岁。免。哼，免都免嘛。红日啊，因何跟红媳妇你躲去呢？梅姨，梅姨家的，梅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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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好啦，有话慢慢啊讲，讲出来，母后为您骗骗你，母后哇，东东骗子，你不骗，你只骗我，我痴心，查见我就。在钓三年前，无人讲伊是女人，伊那不是男子汉，哪能够娘夫去成亲？伊是哪天公？是不是这般呢？你像是辣妹，就是辣妹，对，辣妹，对对，辣妹辣妹，好啦好啦，男女不平，情格不分，剪草有什么用呢？哎呀，不好啊，剪的就是剪的，辣妹就是辣妹，这边离婚了就变了吧，假就是假，女的就是女的，不好啊，这边离婚千万啊不能忍，好。变就变，混就混。那好，是男的怎样，是女的又连怎样？是男的，你就依我退出娇阳宫。是，如果是女的嘛，我就收。你要收？收。哎呀，不好，你要收？收是收不得的呀、啊。是啊，收是收不得的。我要收伊在天牢，将伊一刀两断。哎呀，不好啊！你听，你听，伊讲这是什么话？伊女扮男装，混入雕工，奇罪一；欺君罔上，戏弄寡人，奇罪二；要有众人言价，非斩不可。这斩是斩不得的呀、啊。如果是男的，就叫洪师傅给你背一个，不是？那是女的啊，就做洪二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做洪二的。二妹。好。是你的二妹，就是哀家的洪二，叫伊先来这个孟秀强，为哀家调治身体，也让忠孝王对你甘言太谢啦。如何啊？这事以后再讲吧，不可讳言。不好，这便离婚之事就交风儿吧。不必多言，瑞西在，选礼相正强，领去。姜娥在，必把事后正玉红酒，领去。哎呀，不好啊！这红酒啊，那是翻版进贡的药酒，一杯就醉，千万饮不得啊！不好，也无叫你饮，你是你应点什么？你想啊，饮不得。红姨啊，你就去理你的调情去吧。母后啊，红姨今日是伫来陪伴母后你的啊。去吧，母后。和玫瑰。
现在姜娃好气，快快宣进。娘子，皇子太后有旨，内相觐见。娘子。将衣画完毕，请国太官来，太爱家官来，画得好，画得妙嘛！立天当先，见国民也提好先，画。
中娥在府内上平定休息，娘子。就连将军我回避，然后由你亲自献礼相托下，是男是女，速来禀报。娘子，此事不准有他人知影，万岁对门也不可泄露，明白吗？娘子，洪师傅，咱就整理香案去吧。面前只准讲是男的，不准讲是女的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奴婢不敢。不敢。那是定斩不下。是。快去告知太后。娘子。太后，这面兵吗？是男是女？是，是男的。啊全部地震。
夫人外面来了这位公公，讲要见相爷。知影啦，你先落去吧。是。苏姐姐，紧紧扶我入来换鞋呀。好贵叔，李君果然来了，参见万岁，免了免了，小万岁，寡人比你累得好苦，为了见你，寡人打扮累时，前来向你，向我咋样啊？向你求亲。哎，万岁，心内动动男子，你们向啥人求亲呐、啊？明丽君，你不免再嫁了，你看出宫的好来，这宫的正好你来，为臣也不知影，就是你的苏衣出现，免变真假。你若答应国王亲书，以国为妃，国舅娘你享尽荣华富贵，你要是好好答应吧。万岁，臣虽是女流，婚事已配皇后小华，不难更改。咦，是臣，我是君，两姨也无奈过何。主公，君将臣贤，君不将臣妻。主公，国王念你忠心耿耿，如今你已犯下四条大罪，你那答应亲书，万事皆休，如那不然。哈哈哈！你呀，好好答应吧。万岁，臣生是皇后之妻，死是皇后之贵，你有三九六一，请你另给主张。你果然不答应，不答应就是不答应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既不答应，明日早朝你就知了。好，好，小姐，这位公公。什么公公啊？伊那是万岁打扮成公公的模样来耶！真是一个风流天子啊！小姐，事到如今，这是怎样办？苏姐姐，快快去请你相爷，要我公公一家爹，明早做表替做我性命。一点那那就不好了，一定是你气的，那我就气了。进进到，这信子来得好快呀！接接，皇帝召我亲命的军女扮男装，混入朝纲，欺君罔识。明日前暗发条讲，亲自监斩。来啊，将伊办了。将卿到处何事？原来是为明烈军前来托宝，求万岁下以免死。
连环庙给拖红棍，三度干擦按下节，不动干脚唔迎宾，用剑雕钢汉小兴。五月八号至十一号，咱到底来看精彩好戏，吕布甲条仙。明烈军新犯欺君大罪，随家托宝一体当罪。去退在一边。兵万岁，五时三刻已到。开刀。娘子，太后驾到。寡妇何来的？迎驾，迎驾。请卿平身，谢国太。不好，你不在万寿宫，来处何事啊？那你不在朝中理你的朝政，来这个法场何事啊？皇儿亲身感赞明烈君，那伊先犯何罪？一路扮男装。再条为官，犯了四条大罪。哪四条大罪呢？以欺君罔上，欺弄大臣，变乱阴阳，误人婚姻，论罪该斩。那呀，杨仪，请问，怎样请问呢？伊虽然犯了大罪，但是为国尽忠，立了未少的功劳，又医好你母后的病症，算来对咱有用，咱再可演讲受报呢。不好，伊救了母后，方知风雨过关；伊犯了大罪，斩首也该然。那呀，将伊斩了，请问，不好，怎样又请问呢？问何在处？谁敢张狂？不好啊！这事你就卖过问吧。哼！为娘的话你是不听啦？罢罢了。这是襄王御史的龙头拐杖，专打不孝子孙。你反驳伊，我跪下。不好！不好啊！人这么多，你也给凤姬留一点面子。凤姬呀，不好，贵人光临当，爱惜性命，才能够亮光世，将鲜明看清，明烈光一重情义。强将修行，是风也如生命，可敬可谦。你官大升册，你不断害了众生，两家人应来相下来，我拢来怨，必定会埋下了祸害根源。随便将忠良来苦战，满朝文武心胆寒，不是为娘不随你心愿，做事不输你江山难保全。这，言快下。可是，下。明烈君，哀家喜爱你，既有才学，又有情义，就收你为做皇女，赐予保和公主，选定吉日，献七皇大典，谢母后龙英。
奉你偏仙。啥不好？快快拜见你的奉行。奉命拜见奉行。奉行奉行，听了吐吉心，免免。小奉行，奉旨呀、啊！快快传旨落去，选定吉日，让你的二伯甲忠孝王先请。不好啊，这旨啊，要是你来传。无，要是奉旨你传。来呀、啊！走。寡人做主，受命立军，以奉父效华，吉日。成亲。谢奉行万岁。故事最后，皇上本来想要以权力来兵兵来军，答应家己。后来在明肃立的太后及时的出面解决了这件代志，最后成功的促成了明来军加皇夫孝华的亲事，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大结局。明日依然有精彩好戏来等待咱的观众朋友，是吕布甲貂蝉。这部戏讲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？观众朋友会记得明日准时来锁定的文文师，关注聊天来看戏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日再会。